敌军卧槽，我是你粉丝。碾碎他，不过是一道地平线。加入粉丝团了吗？厨子，嘿嘿，没有。那你说什么？全军出击！平民，好的。不应为逝者流泪。这么早就做饭了？秒飞礼物的，可以，免费，可以可以，感谢果子的大飞机，谢谢果子。不过是一场骗局。打卡特有点难打，我的英雄很怕刺客，不管什么刺客都比较害怕。他打我优势很大的，我点他，我点他，我靠，不至于吧？哎，他移速有点快，好烦，不交闪还不行，不交闪被他击飞还得交，药都打没了。二级抓中，脑壳有屎。这是最烦的，猥琐猥琐猥琐，啊，我得溜了，我得远离他的飞镖，但我这种线赵信应该不会来了。炸他，哎，炸他！不用抓，我猥琐，我的 Q 技能荒芜在打到一个单位的时候会产生暴击，所以你看我经常会用边缘去炸这个小兵，没 boss。炸卡特就别炸了，不太可能炸到，还浪费我的蓝。哎，你不回来吗？哎哎，没炸到。到头来，哎哎，我就知道你想飞过来，点你一下。我们就不支援了啊！我们六级以后用大招支援。现在我得刷兵，控蓝刷兵。哎呀，我的炮车！在上路炸他，炸死他，你胆子大，你一边说你胆子大，炸死你，溜了，回了 TP 过来。先来一个女神之泪，你想干什么？哎，好，勾的不错哦，勾的不错，哎，这个人头长得很棒哦，我们这辅助可以，这波gank给你满分，很是到位。
关键是还让了我一个头啊！我卡尔萨斯拿到头，再配上我的刷刀，这到中期就无解了。我们有大招了啊！安魂曲，不对，告白气球。我现在要多注意上下路了，只要打起来我就开大，混个助攻就行。一手告白气球241，还行。他们不打，好像比较和平。这个蓝，这个感觉你有点就蠢蠢欲动，蠢蠢欲动，蠢蠢欲动，我炸死你！你个五级的兽性还想杀我？告白气球，给他一杯咖啡。很肥啊，马上70刀。这个卡特已经感觉情况不对了，开始游走了，但是呢他这个游走就很着急。这波大鸟2-7，很好。继续刷，我的补刀肯定要跟着时间走，再用告白气球收一点人头和助攻啊，中期就无敌。再吃一层塔皮，再刷一波，再刷一波回家，似乎有点贪。炸死！你想干？你想干什么？自寻死路，自寻死路。哎，这个诺提雷斯，炸死！你想干？你想干什么？自寻死路，自寻死路。哎，这个诺提雷斯很舒服，又帮我吃个头。关键是这个卡特非要自己上来烧我，不然他也死不了。那边有个真印。无敌了呀，进入了我的发育节奏了。七层回家，好，2400，93刀，三个人头，无解。我还能用大招收一收头，不跟他打。很稳，可以，这个闪现交的很稳，我大招好了。感谢诡异的眼神，感谢 ODINO 的开黑圈。是大鸟，是大鸟。等一下，下一步，先把兵收了。这卡特没事干，他做不了什么。他做不了什么。现在我时刻关注着小地图啊，只要两个头像接近了，比我的头像接近了，我就要看一下。
告白气球，差不多吧。哎，红个主公，你别想抓我了，不存在的，我很猥琐。那吃亏的是你呀，炸死你，炸死你！哎，这我身后有队友，你怎么说？哎，好上当了，这个大招，哇，你闪现一个完美。他只有八级，居然还对我有想法，可能是有点上头了。你不会对我有想法吧？你敢不敢戳我？炸死你哦！我也有死亡气球，他死了。我大招时间太长了，这塔皮我们要吃。好，龟哥。牛了，拜拜。我打单体目标的时候伤害非常之恐怖，来个 CD 猪，一定要是单体啊，伤害只有160-170，但是如果只有一个点的话，那么就是300多，炸两下就快死了，脆皮就一半没了，再给个大招就没了。你还想吃我的塔皮？我的一技能也很厉害，炸死你，炸死你，炸死你！我有死亡气球，没事。一、二、三，死亡气球都耶！你们不死？哎，你们不死？都得死，这个大招。我死哥就是送死的，死完之后三个荒芜接大招，三个啊，不能拖，只能三个，多一个都不行。那怎么白放啊？他这个皮肤有点帅吗？继续发育，继续发育。很快，习惯没有？你是真地球？你在干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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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我到啊，兄弟。哟。你别过来，哈哈哈哈，哎，他老是抓我，很烦。哎呀，你说你一个赵信盯着我卡尔萨斯抓，没事，有死亡气球，来告别气球走一个，砰，一大半就没了。我还混个助攻上路的，我这大招太猛，一个大500，你懂吗？500。感谢寻寻的大飞机，谢谢寻寻的爆裂飞机，早上好，端午节安康。又来了，定他，中了助攻，
可以，他们都把头让给我，搞得有点不好意思。走了走了走了，回来回来回来，把金身做出来。850，爆炸呀！说，我点的这个终极猎人啊，所以我大招 CD 就还行，87。感谢二妹群下之城送上的北捷，3-17，我靠，这差距怎么这么大？6666666，我走了，我下去发育了，龙吃了吧，他们这把已经赢不了了，翻不了盘了。我现在一个大招能扎一半，大半，这团战我只需要唱一首歌，他们就投降了呀。哦，好，看到没有？这个血量扎不死，他有水银鞋，他再低一点点就好了，就死了啊，700多扎不死，不够，没法穿。猥琐，不能被抓。就卡在这个地方刷钱，这个兵犯大浪费。好像没时间管我，他们这上路再给一点伤害，哎呦哎呦哎呦，你等得到，你们等得到，烫死你，我哎，有金身吗？哎，好烦！一首歌炸死你！哎，我金身没开出来，被秒了。亏倒是不亏，那个 VN 有治疗，不然我双杀。算了。他魔抗并不高，魔抗并不高，先来鬼书，杀人书没必要，我这个英雄到打团的时候要送死的，不能说杀人书，我得往人群里面冲，然后开金身，再触发我的死亡器，给我的
再触发我的死亡契约，知道吧？这个技能一定要触发。触发了这个之后呢，你就可以不用这个放技能，不用蓝了。最舒服的就是把蓝放完，你等着到，你等着到，我烫死你。哎，我走了。哎呦，那你恐怕是不死，他还有闪现安魂曲。我想闪现拉开，一首歌把他唱死，结果他有闪啊，能跟我，那就换掉，无所谓，对吧？哎，换掉也不亏，杀了我还想跑。这赵信已经不想玩了，他们也就普朗克好一点，挂机了吧？下路好像挂机了。嗯，我双杀吗？投了，投了，投了。我刚双杀吗？